Blackpink in your area. Blackpink in your area. Being a bad girl, I know I am. And I'm so hot, I need a fan. I don't want a boy, I need a man. Bombaya.首页都被 Lisa 的那个超美的直拍给刷爆了，所以我决定把 Lisa 小甜豆的仿妆提上日程。那么这次我画的妆面呢，是粉墨的新专 Careless Love 里面 Lisa 的一个妆面。但是鉴于我这次没有买到很好看的灰色头发，所以我决定还是用金发来代替，也是 Lisa 比较经典的造型。还有下一个妆容的重点呢，就是 Lisa 比较肉的一个脸型和比较深色的眼窝，有种混血感。包括它非常标志性的厚唇画法也是这个妆容的一个重点。这次呢底妆用到的是兰蔻的这个粉底棒005号色，是我昨天刚到的，我昨天试了一下还挺好用的，所以今天再用这个来上妆。涂上脸之后呢，直接用手抹开就可以了，它是一种丝绒的质地。然后呢再用橘朵的遮瑕01号来提亮一下面中到苹果肌的部分，提亮的范围可以大一点，这样脸就会显得蓬蓬的。再用修容棒来修饰一下下巴，因为 Lisa 是一个比较圆比较短的下巴，颧骨的地方也要修进去，同样用海绵蛋拍开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因为它的鼻梁属于比较宽的，特别是山根的位置，所以我要加宽一下山根的部分，然后定个妆。再用毛克瓶的修容，还是着重强调一下山根的部分。整个鼻影的画法是属于一个梯形的画法，从上往下比较平直的打鼻影，然后呢带到眼窝的地方，着重强调一下眼窝跟眼头的位置。下巴的部分也稍作加强，这样整个脸型就会更圆润更可爱一些。随着自己的眉形画一个微微挑一点的眉毛，接着用浅色的染眉膏中和一下眉毛的颜色就可以了。用浅棕色给整个眼皮做一个大面积的打底，眼尾稍稍晕染一点。接着呢再用这个深灰色沿着你的眼窝轮廓画出一条线连接后眼尾，下一位要带到，用眼线笔画一个上扬的眼线，连接到刚刚用眼影画出来的眼眶部分，稍微填充一下内眼线之后呢贴上双眼皮贴。可以看到左右眼的对比，着重强调后眼尾的部分。接着呢再贴上假睫毛，用眼线笔填补一下真假睫毛中间的空隙，连接到眼头，再稍稍加强一下后眼尾的部分，强调下眼尾三角区，用提亮色提亮卧蚕的部分。接着呢再刷上下睫毛，再稍微填补一下空缺的部分，整个眼妆就完成了。还是用 PK107 的高光着重强调一下苹果肌的部分，再在颧骨上涂上点高光做一个强调。口红呢我用到的是欧莱雅小钢笔的116号，这个海绵头很特别，是一个桃心型的，所以比较好画出那种厚唇的感觉。唇部画法也是尽量给它画满，稍稍往外延伸出去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 Lisa 的嘴唇是那种比较性感的厚唇，这样整个妆容就完成啦。